声音测试，声音测试。请问现在的音量听得清楚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，今天是一个新的直播的方式哦，然后用了新的软体，然后今天的主题是《鼓声若响》这首经典的流行歌曲的一个手风琴独奏的一个教学哦。那在背景可以看到乐谱。啊，我想，因为很多同学他提供这个建议，就是说，在我们直播的同时有这个乐谱，大家会比较容易学习。那同样的，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一份乐谱的话，欢迎赞助我们这个直播，然后就会得到这个乐谱的 PDF 档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分几个步骤。就一开始拿到一首新的曲子，假如说你已经有了这一份谱哦，那我们就会先从看乐谱这一个过程，然后先去可能先编写一些指法，或是把一些比较容易出错的地方把它圈画起来，然后再来就是说有一些升降记号啊，或是比较困难的节奏、困难的乐句，也可以把它框起来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对一首曲子的曲式做一个分析哦，特别是像这样的流行歌曲，它一定都是大部分都是由前奏、主歌、副歌、尾奏这样子来组合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一开始的四小节，它是前奏。那这首曲子呢，它是低小调，啊，原曲其实就是这个低小调，然后所以有一个降记号，降 B 这个音。那一开始四小节是前奏，那我们看到前三小节的这个左手啊，它是 re la si la si la 这样子的一个节奏。哦，这个 C 要降哦。好，那降的在手风琴上面的写法，这个五线谱的写法，其实代表的我们这三个小节要弹的是低音哦，就不是和弦，就是前面两排，在我们贝斯前面两排，
那待会会做一个演示哦。我们看完这一份谱，先读谱完之后，我们再移到乐器上面。好，第四小节呢，就是一个 D minor 和弦，然后 bass 跟和弦同时压下去。好，开始是这个 A1，就是我们所谓的主歌。哦，这首它算是恰恰的节奏，比较像恰恰的节奏。那它的左手也是很经典的手风琴的一种伴奏的形式。好，在第五小节开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左手的节奏形态，你可以把它分成八个八分音符，然后第一拍就是 bass，这样的写法。那如果说是高8度的这个左手的音，代表是我们要弹和弦。什么和弦呢？我们会有和弦的记号标示在上面，所以这边是 D minor 和弦，然后一个八分休止符，再来D minor 和弦，然后换到 A 这个音的低音 bass，然后再回到 D minor 和弦，就是它的节奏形态很像是嘣恰恰嘣恰嘣恰这样子的一个形态，嘣恰恰嘣恰嘣恰，OK，好，那接下来到七小节是 G minor 换了和弦，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伴奏就是所谓的三角伴奏，那英文叫做 alternative bass，就是使用它的5度低音。这个相信如果有学过手风琴一段时间的同学，应该对这个会不陌生哦。好，其实 A 段主歌就两个和弦，D minor、G minor，然后再一个 G minor，再回到 D minor。再来是第二次的主歌，和弦完全一样，那差别是在它右手的旋律有一些变化。好，那我们21小节开始进入了副歌，第一次的副歌是第8度的，那可以看到我们的左手的伴奏形态有了变化，这边有一点难度。可以看到第21小节的第4拍的反拍，它是下一个小节第一拍的前半音，等于说一个经过的半音，一样，第一个八分音符是 bass，第二个八分音符是 G minor 和弦这一颗按钮。好，第三个八分音符，第二拍正拍是休止符，再来，第二拍的反拍，这一拍呢是 D 的 bass，所以其实也是 G minor 的这个三角形的伴奏形态。好，第三拍正拍也是 D 的 bass，再来第三拍反拍是 G minor 和弦，到了第四拍反拍，是我们升 F 的 bass，那这个升 F 的 bass 在哪里呢？其实就在我们的G 的 bass 的旁边，D 这个 bass 的上面，就是它辅助的低音。OK，然后接着下来，以此类推到22小节第四拍反拍是升 C sharp 这个音就在D 这个 bass 的旁边，或是 A bass 的辅助低音上面，第一排，OK，往下看，都是一样的伴奏类型。再来要到 B 二第二次的副歌，旋律往上了8度，伴奏是一样的。好，到了 A3，就是。
第三次的主歌。好的，到61小节，第四次的主歌。69小节，第五次的主歌。77小节，第五次的副歌。85小节，第六次的副歌。最后副歌总共有唱了三次 B5 B6 B7 最后呢就是尾奏恰恰恰的这样的一个尾奏。好，这是我们乐谱的部分。在乐谱的部分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？好，那既然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欢迎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下面的留言可以给我们一些留言哦。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现在在乐器上面示范一下这一首曲子怎么样去演奏。那一样我们会照着这一份乐谱的一个进行。所以我们就两行两行来做一个示范，我们会分手，然后大家可以对照着乐谱呢，再对照乐器，自己就很好的来学习哦。介绍一下这一台手风琴哦，这一台手风琴其实很特别哦，它是我们 Accordmate 我们自己出版的品牌啊，自己创立的品牌 Accordmate 这个手风琴。那它的设计呢，是为了我们亚洲人，我们亚洲人比较身体比较小一点，然后比较矮一点嘛。那它是为了亚洲人专门设计的，所以这37的 base， 但是它的重量跟它的尺寸、它的体积比欧洲的规格差不多少了20%左右。但是它的功能没有减少。那它的音域是这样，稍微做一个介绍，它是从收到收，也是最常见的37 base 的一个规格。从这个收，假如说把这个当成中音的话，到这就是 C 的 C4 下面的收，好，然后到这个收。然后我们有一个变音器可以让它再低八度 ，OK， 然后接着就是有七种所有的变音器组合，三排簧，七种所有变音器的组合都用在上面。左手比较特别的是，它一样是有减七和弦，96 bass 三个变音器。然后比较特别的是，大家可能在外观看不出来，它左手是采用的俄罗斯形式的整板簧片，可能在直播的音色可能听不太出来，但是它左手的音量跟这个声音的厚度是比一般的琴来的厚，因为它使用的是整板的簧片，它的低音最低音的两排簧是使用整板，所以我们听起来会比较厚实一点。它可以比较达到比较好的回声效果，还有这个音量的一个效果。
这个琴呢，在我们这一次的手风琴乐器展，就是7月17到20号，在我们的风琴手座的工作室都可以看到，可以亲自来试弹，可以去试一下不同手风琴音色，你就可以做一下比较。哎，原来整版簧片是这样子的音色，哎，是不是你喜欢的呢？是不是你需要的？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个试奏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行这一个左手的，一开始我们分开的手来做一个示范。一开始呢，我们先找到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假如说我们有一个乐句，有一个 pattern，一个句子，一个 phrase，那我们一定要先把手放到要弹的这个按钮的位置先放好。所以第一个小节的 bass 它用到了3个音：re、拉跟降西。那么到降西有一个位置在这边，但太远，我们是有习惯用的话，这边有一个降西。就这三只指头用4、3、2先放好，然后就很好弹。大家应该听过这首歌的原曲，它一开始就是贝斯的形走向是这样。当然呢，也有另外一个 alternate 的指法，就是另外一个位置在这边。接下来第四小节要走到的 B minor 的这个和弦会稍微远一点，所以我还是习惯用这个位置。OK，一开始呢，我们就先把要弹的三只指头放到该要弹的按钮上面放好，找好它的定位以后，才开始弹。这首合在一起，这是一个前奏。那它有一点有一个是不和谐的音啊，那它是原本的 C 音，其实就在这里。那我们可以把它弹出来，它有一点半音这种效果。接下来 A one 它的这个我们常用在伦巴上面的节奏，或这一首比较恰恰一般的一个节奏呢，它的指法是这样子啊，先找到 D minor，还有你的食指在这个 minor，无名指在 D，中指走到这个 A 这个 bass 的地方，OK，这个我们常见。恰恰的一个节奏，跟刚刚的原理一样，我们先把三只要这边这个小节用到了三，要需要按到3颗按钮，我们先把手放到需要弹的3个按钮上面，分别是 Re，然后 B minor，还有 A 的 bass，4、2、3，先放好，三个都放好。3个放好以后呢，在弹完以后，手不要去离开按钮太远，不要变成这样，哦，这样很难按。我们就是放好在上面，这是一个一个指型，一个 pattern 放好。OK，接下来换到 G minor。下走，到了这一个是第九小节呢，一样是 G minor，一样的伴奏的形态。
进到我们的副歌，这个副歌呢，左手稍微有一点难度哦，右手大家对这个旋律应该都蛮熟悉的。像这边有出现同音，同音的这个八分音符，我们有时候可以去。换指会比较好听，所以如果换指的话，可以做比较多的一些表情。好，那这边的左手我们来分解一下哦，从 B1 这边开始来分解，左手的拍子跟刚刚的论板其实很像。只是 bass 的位置有一点不一样。中指，然后又回到四指，慢动作 ，G 的 bass， 然后二指在和弦 G minor， 中指在 D bass， 然后升发，然后要到 D minor 的话是升都在这个位置，哦，它跟升发到 G 是一样的这一个，哎，那个相对位置。大家在练习的时候，就是趁机可以学会手风琴左手的排列，它的半音就是在这个音，有一点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在 B1 第一行。下一页喽。它的五度音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哦。
刚刚那一段呢，要配在一起，两只手配在一起会有点难度。我们再来一次慢动作好了。35小节的第一拍是连接过去的，所以我们从33再一次。马上接到下一个段落。下一个段落呢，是我们的第三段，第三次的主歌。接着这边只要一次的主歌呢，就接副歌了。那第一次一样是低八度的副歌，跟刚刚是一样的，只是低了八度。看一下哦。等一下，八度。又回到我们的主歌第四次 A4 的主歌。这边就直接接高八度的副歌，这边其实都一样，跟前面完全一模一样。最后面我看一下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，把它做一个示范。最后面到 B， B7 就是最后一次的副歌，当然会有一些不一样哦。这边的伴奏还是副歌的伴奏。好，这边有一个长音，这边是他唱歌会拉高音，然后那个鼓啊，这样子打。这边呢，我们可以做，我们可以用右手抖这个手风琴。最简单的做法呢，就是我们好像抓着这一个琴，这样子去抖动它。好，最后一句呢，又回到了我们头前的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伴奏。
再一次试试看最后一段，这个最后一段的副歌，找 Andy。Ending 是这样。啊，就恰恰恰的一个结尾，所以呢，这首歌到这边就完结了。啊，它的每一个段落呢都重复很多次，然后最后有一些，副歌跟主歌它的伴奏形态要稍微去练习一下。然后再来就是前奏跟尾奏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哦，也要去练习。最后一次的副歌也要去稍微做一个练习。然后这首比较难，就是说因为它的伴奏有很多的后半拍，有很多的反拍，所以这个要两只手对在一起哦，可能需要大家的一些练习。那在线上的同学们呢，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提出来关于这一首。鼓声若响这一首曲子，好，那如果想要这个曲子的乐谱的话呢，也欢迎哦赞助我们的直播，就可以拿到现在大家看到的哦这一份乐谱，就总共有5页吧，总共有5页，然后依据原曲的这一个。叫做段落，把它做。但是当然，原曲它前奏有一段，就是有点像即兴的，就是不知道是哪一国的文啊，应该也不是正规的外文啊。然后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前奏，我就把它省略了。不然这首曲子会以演奏曲来说，加了那个就太长了。那读手风琴的独奏呢，我认为是今天编的这样一个版本是比较有效果的，大家可以去练练看。它的难度，大概如果以5颗星来说的话，这首歌的难度大概有2.5颗星哦，因为它的左手跟右手要去做一些搭配，比较属于拉丁的一个节奏，有一些反拍，无论是在左手的伴奏啊，还有我们右手的一个旋律，它都有一些反拍需要去注意，特别是2只手要在合在一起演奏的时候，那更是要去注意哦，特别是有几个点。左手的伴奏一开始的前奏会出现的，重点一，重点二呢？刚开始 A1 就是我们主歌，所有的主歌的它的节奏，恰恰的节奏，就是在手风琴上常常会用来弹润滑的节奏。在第三个难度，就是在我们的左手的副歌的地方哦，这一段认为是应该是最难的地方了。所以大家如果把它练好，你才有办法两只手一起合奏。这个副歌的伴奏是这样。就可以。
这个节奏形态把它给掌握。掌握好以后呢，你再单独的练右手，然后再慢速的用节拍器把两只手合在一起，这样这一首《勾山拿样》就可以把它的来掌握手风琴这一个独奏。我想弹起来是非常好听哦。那欢迎大家有问题的话，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下面来一个询问哦。那这一次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份乐谱，不晓得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一个直播的模式有没有什么建议呢？在线上的朋友们，可不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建议？觉得今天这样子的模式好不好？就是我们以后就可以把乐谱这样子做一个展示。如果说大家如果觉得这样子不错的话，我们未来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线上直播教学。大家也知道，跟着乐谱走，我们现在是走到哪里？那同时呢，也可以更熟悉手风琴乐谱怎么看。那如果比较不会看手风琴乐谱的人，也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线上课程哦，学会怎么样去看直播那个手风琴乐谱。那我之后不晓得今天的音量这样还清楚吗？还有就是这个乐谱这样子，目前大家的手机的大小是不是看得很清楚？好，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的留言下面提出问题，或是想要私讯我们粉丝页，也可以私讯我们粉丝页。那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，我们接下来的各式的活动，就是在这个月，就是下周的周末，礼拜五开始，到下下周一，7月17号礼拜五到7月20号星期一，早上10点到晚上的8点有我们的手风琴乐器展。为什么会办这个展呢？其实是因为原本的7月这段时间其实刚好是这个周末，原定这个周末会在世贸艺馆会有这个台北乐器大展。那当然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这个台北世贸的这个乐器大展就取消了，所以我们想说每一年都有这样一个例行的乐器展，那今年没有的话太可惜了。那现在疫情又比较趋缓了，我相信还是很多的同学还有很多的琴友都很期待这个活动，也跟我们一直讲说赶快来办这样的乐器展，什么时候可以办呢？那我们就自己主办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手风琴乐器展。那我们现场应该有超过，其实原本预定50台，但是现在应该有超过到60-70台的手风琴，有全新的，也有中古的、二手的，那有键盘琴，有八扬琴，也有那个叫做全音阶手风琴，也有我们的所谓的六角手风琴，还有口八扬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手风琴类型，太多太多了，那每一种都有不同的音色。那在现场会有从意大利还有俄罗斯学习回来的专业的修琴师、维修的调音师，会在现场，然后跟你解释每一台琴的特色。那当然，如果要购买的话，他现场可以拆给你看，看里面的零件，是否是完好，那是否是你想要的簧片的质量。所以其实手风琴的簧片的等级分成很多，并不是你从外观或是甚至你从听可以听得出来的。其实把乐器拆开看是最清楚的，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木头它里面的做工，还有它里面的簧片的等级，这个我们都之前的直播都有教各位怎么去看，那也不会被鱼目混珠，不会被骗。所以里面的簧片是最重要的，跟它里面的木头，他们其实每一台手风琴意大利原装的都会有编号，
你要看这个禽它身体上编号跟风箱里的编号，还有簧片木头框上面的编号，还有簧片上面的编号是否一致，那这个才是说是完整的一个禽哦。那这个在我们的乐器展呢都可以一一的来检视，那也可以来大家亲自来试琴。那我们有准备我们还 特地订了专门手风琴演奏使用的椅子，就是适合我们的坐姿的时候演奏哦。通常手风琴的椅子不适合太高，我们有特别准备了这样的椅子供大家在乐器展的现场就可以使用，所以很欢迎大家来哦。那当然呢，除了乐器展之外呢，我们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，就年度的音乐会，在8月26号晚上在芦洲工学社音乐厅哦。那也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现场，这是免费索票的。那怎么索票呢？可以来乐器展的现场来索票，或是私讯我们的粉丝页索票。那今天的直播内容就到这边了，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啊，譬如说演奏方面啊，还有说是乐谱方面呢有问题的话，都欢迎给我们一些建议哦。那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直播给大家，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个直播的节目获得一些收获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欢迎可以来赞助我们这个直播的节目啊，那的赞助50元以上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直播的这一个背景的这一个乐谱，那都是我自己花时间把它听写下来，然后编成手风琴的版本。那很再次谢谢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，可以欢迎都跟我们讨论，给我们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